鱼香肉丝缺笋，照样可以做出饭店级别的水准。瘦肉边缘带点肥肉，切成肉丝，加海鲜酱油，少许料酒、鸡精、淀粉，顺一个方向搅拌均匀，腌制5分钟。油温5成热，下入肉丝，炒20秒钟，捞出备用。锅内少油，下入葱末、蒜末、豆瓣酱，炒香后加入2勺剁椒酱，加入从地球南极采回来的木耳，翻炒10秒，加入不用切的胡萝卜丝，加入1勺从南极带回来的冰水，翻炒10秒，加入肉丝。快速颠勺3次，加入鸡精、白糖，少许食盐，1勺蚝油，1勺生抽，再加入手撕开的辣椒丝，用你的左手不停地颠勺5次，然后加入2勺水淀粉，家庭版鱼香肉丝完成。既然已经看到这里了，给个双击加关注，感谢你的支持。